望灯下开始的我、哦哦哦哦哦哦、这故事发生在聚光灯不再闪耀、哦哦哦哦哦哦、折磨我的膝盖我的肩我的日子我的纯真的去爱，像第一次爱上一样的去爱，不因为谁的批评而去爱，不因为谁的赞赏而去爱，像投出第一枪一样的去爱，像投下第一枪一样的去爱。大家也在后进的 MV 中看到还有好多好多坚持自己热情的人，你也想知道他们的故事吗？我想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挑战，如果你也想一起坚持下去，请点击右边的影片，跟着我们一起看到最后。